近日，香港媒体报道，快将24岁的赌王千金何超莹去年跟前度 Greg 分手，最近传他翻达旧爱孔乐清，怎知前日凌晨超莹又重投同性密友林建岳三女林爱儿怀抱。当晚穿热裤骚美腿的超莹单脱现身兰桂坊，打扮野艳的她一副战斗格进入夜场 play 寻开心。大约一小时后，她刻意从后门离去，避开人群，身边却多了林爱儿做护花使者，两女同着纽约年轻潮牌情侣装。男仔头的林爱儿穿着 T 恤款式，还上演一幕午夜街头狂奔，两人心急在的士起返林爱儿屋企过夜，可惜被记者撞破好事。超莹低头用长发遮面，林爱儿落车后即9秒9撇甩超莹入屋。身为赌王四房长女的何超莹，虽然身边不乏裙下之臣，可惜情路坎坷，仍未找到真命天子。去年尾与林爱儿传断背后，一直被四太强烈反对，有指超莹与母反目离家出走，还到林爱儿的九龙塘寓所过夜，原来两人一直保持交往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